Hello，Hello，hello, 又是蜗牛我呀。蜗牛今天呢，用乐高 WEDO2.0 来模拟一个日常场景中的一个物理学变化。比如刚好是要到冬至了，然后呢，咱们这儿呢有煮饺子吃的习惯，那借这个模型来还原一下煮饺子过程当中的一些物理学变化。这呢是一个灶台，这里是一个燃气阀门，这个呢就是代替我们去搅拌的这个搅拌爪，中间呢这个灯光就是作为我们模拟的火焰，我们观察这个火焰的温度和颜色的变化。然后呢，我们来演示一下，打开阀门，开始加热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水烧开了，哎，伸到锅里面搅一搅，让这个饺子呢别粘连在一起。再次烧开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关掉阀门，这样的一个过程。然后呢，我们放上一点饺子，哎，这个水就当是我们的饺子。好，开始煮煮煮，搅一搅，关火。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通过温度和火焰颜色的对应关系，我们了解到其中的一些物理学的变化。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哦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